欢迎来到玩游戏学中文。请猜一猜我想说什么。这回呢，猜一猜我想说什么句子。如果和我的答案不一样，那就得一分。一共15道题。第一，今天是星期。今天是星期三。你说的是星期几呢？如果不一样，就得一分。今早你。我的答案是，今早你迟到了吗？相信你的不一样吧。那就得一分，祝贺你。我们继续。我今天打球了，所以特别。我今天打球了，所以特别高兴。在这里打球，不知道打的是什么球，没关系啦。如果答案不一样，那就祝贺你。我们打会儿。我想说，我们打会儿游戏吧。你说的是什么呢？欢迎你留言哦。再看下一个。电脑打不开了。我是说电脑打不开了，没电了吗？请看下一个。你弟弟。注意啊，这里是问句。这个答案很多人会说，你弟弟多大了？这一分你得到了吗？第七题，晚饭你想？我要说的是不是和你的一样？晚饭你想吃什么？也可以问，晚饭你想去哪吃？有很多说法吧。第八题，你做的菜，我是说，你做的菜太好吃了。这个回答很积极吧？当然，你也可以说，你做的菜太难吃了。我们继续，你的假期过得。这个答案比较简单。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？也可以说你的假期过得如何？你的假期过得好吧？等等。第十个，这是我朋友给我的。这里可以填很多东西的。好吧，我是说，这是我朋友给我的礼物。如果不一样，你很棒哦，加油。 Jill 一边开车一边。我想说，Jill 一边开车一边唱歌。他也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，一边开车一边聊天，有很多动作都可以。
接下来发工资了，我打算买个。可以买的东西太多了。我的是，发工资了，我打算买个新沙发。想不到吧？只要不一样，你就得一分。看最后几个，我没衣服穿了，我该。你想说什么呢？我没衣服穿了，我该洗衣服了。你会不会说该买衣服了？这一张照片是这张照片是谁照的？很可能你的答案是和我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可以说这张照片是谁的？这张照片是你吗？最后，你超速了，这里是。想不到吧？我是说你超速了，这里是50公里限速。祝贺你完成了这个游戏，看一看自己得了多少分，可以拿出来晒一晒。好啦，我们下期见，玩游戏，学中文。